我以为我会在这里无声无息的死去。有没有人啊？被黑暗一点一点的吞噬，直到一个人的出现。金石川不仅救过我的命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他还给我带来了光。平安，你要记住这个味道哟，因为这件衣服的主人就是姐姐喜欢的人。哎呦，撞！哇！那你是不是只能死乞白赖的追人家呀？倒追也是需要战术的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和我谈恋爱？你紧张了？作为一名消防员，我经常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情况。你不好好待在车里，下来干嘛？我就想跟着你，陪着你，我帮你穿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我非常感谢对我的付出，但我不会考虑感情的问题。假设，我说的是假设，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亲了之后，那个女的突然间对那个男的态度很冷淡。那天我喝多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就当没有发生过。跟消防员谈恋爱，实在太幸福了。